大家又翻到嚟传说绿宝石，咁今次继续我哋嘅火箭兵团行动啦。上次咧应该系讲到我哋打呢个馆主，然之后获取咗馆主嘅精灵啦。咁上集我记得好兴奋，就话咗哇啲馆主嘅精灵竟然系对性格嘅，点知啊我一翻到嚟拎我嘅潮笔被，发现唔对路啦。加特防减攻有啲唔对路啊，咁应该系错性格嘅，系啦。咁至于呢隻又系变咗浮躁啦，咁即系又系废咗嘅小血石。咁至于佢嗰个技能呢，技能应该就冇改，我哋望一望啦吓，顺便睇埋。技能都好似咪改过嚟啊？我记得之前啲技唔系咁嘅。好啦，我已经 check 咗一 check 啦，咁证实咧系完全唔啱嗰啲技能。咁啲技能咧系翻到嚟之后咧系另一啲技能嘅，咁即系话我翻到嚟都系要自己练。OK， 好啦，亦都有啲观众亦都有话咧，咁我同嗰啲神兽或者一啲好劲嘅人打完，咁咪有啲好劲嘅宠咯，系啦，系嘅，啲精灵会好劲啦，但系啲技能咧佢系唔继承，即系佢系唔当你拥有嗰个技能，好白痴。好啦，咁我哋唔多讲啦，依家我哋即刻去捕捉其他训练家啦，唔错，水蓝队，好圣蟹啊，我中意。咁顺便可以测试一下啦，各位呢一度咧，我哋望一望佢嗰个嘅好圣蟹啦。咁呢四招技能咧系几劲嘅，我哋一阵间睇下系咪呢四招技能。好，抢夺啊，勤奋 ，OK， 抢夺咗佢嘅好圣蟹 ，OK。然之后好圣蟹，咦唔系喎，好圣蟹依然系呢一个技能组。至于性格就变咗自大，定还是佢有笔呢？其实？佢唔通系有一入精灵，有一入雪柜，佢就会变咗做啲技能唔系自然，即系啲技能就会变咗原始。好啦，我哋嚟试下打呢个劲敌，然之后抢夺佢其中一只精灵啦。OK， 嚟啦，先呢一只我哋用飞快都 OK 啦。OK， 飞快都 OK。火焰鸡，我哋出好圣蟹啊！哇，十九咧，我十九咧已经进咗化啦，已经系。哇唔够打喎，好似哇好似要输喎，咁嘅款用佢嗰隻力壮鸡打佢先，哇唔掂，喂唔掂，死啦 ！Oh no， 要死啦要死啦，唔系啩？竟然输俾你，唔得我真系输。好，我哋拎少少嘢，同埋我呢一度想做个测试，我想试下系咪真系会啲技能会唔同咗。因为冇理由啊，冇理由只潮不被咁废咁啲技能，明明之前有电磁波噶，我记得，但系咧依家就冇咗电磁波，所以我哋要试一试，有待测试一下，帮大家测试。我相信大家对呢个 game 都好有兴趣，好想偷人哋啲精灵啊，好想做火箭兵团。你睇下边有啲技几废，潮不被两脚俾人，唔系两个回合就死咗啦。叫声咧就放低对面攻击，好之后再用。童子嘅水枪 ，OK， 磨一磨对手啊，之后就好圣蟹嘅泡沫，放低对手速度，之后力壮鸡嘅二连踢，做二连踢 ，OK 得，好抢夺抢夺，开心嘅时刻又到啦，好看穿薄沙啄同埋二连踢，猛火特性，攞咗先，之后就翻嚟睇睇啦。都系嗰啲技能喎，但系点解啲潮不被咁奇怪嘅？我记得我上次攞嘅好似系潮不被啊，但系冇理由咁废啊啲技。唉，好啦，我哋唔深究咁多，定还是佢馆主就会变咗做废技咧？会有呢个咁嘅 setting 咧？如果唔系，冇理由咁渣嘅。好啦，之后咧，我哋就嚟到格斗系嘅道馆咧，嚟挑战格斗系嘅馆主啦。好，水母呢啲打咗先啦。好似我派上俾大吴啊嘛，系嘛？我呢度唔拎都冇所谓啦，因为嗰隻水母就冇乜所谓。好，哇！呢度如果可以同大吴打，不过应该都打唔赢佢啦。大吴佢攞啲咩气象球啊？技能嚟噶，系气象球。你有招气象球，我做乜鬼嘢啊？大吴做乜鬼嘢？好，我哋依家就可以离开呢一个洞穴，之后就入道馆啦。我哋今次再观察一下，究竟格斗系。馆主攞嘅精灵系咪真系都系对啲技能对啦，系啦，性格唔啱都冇乜所谓，但系啲技能真系好重要。好嚟啦，
先逐个逐个抢夺佢哋啲旗下训练家嘅精灵先。嗯，呢两只 OK。哎，咁佢蚀咗呢度，我唔可以偷两只系嘛？定还是得咧？好，我哋都测试一下。哇！咦，力撞鸡？我应该攞只咩出嚟？我应该攞只火焰鸡出嚟咯。轻松啦，偷两只定一只？哎呀，真系得一只就喺度，唔紧要。加特攻减攻，加特防减攻，内念看穿角色力量，嗯，满力啦。OK， 下位，上次偷边个咧？又系你玛莎拉，玛莎拉不作用啦，照拎住先啦。莫夏力士，风声牌，火焰鸡，你见识下火焰鸡嘅实力。B 都系唔偷得啦，冇下历史呢啲比较坦嘅精灵啊，唔太需要嘅应该。我哋嘅阵容只需要速度，只需要速度嘅阵容。好，我哋嚟啦，用呢只 OK 啦。哇，吸收拳好劲喎，招技吸收拳难搞啲喎，老实讲，吸收拳赢唔到。吸收拳太劲啦，佢呢招技啦，识吸血。打打又換曬，要有隻飛行系可能好啲啦。好，呢啲腕力照搶啦，冇所謂啦。翻去望一望先，精靈啲技能有冇變到？雖然佢變咗，我都未必知道。嗯，應該冇變到，應該都係呢一扎。OK， 依家咧我哋唔夠嗰隻腕力打，因為飛行技太渣。你应该换只火焰鸡出嚟升下你咧。好，依家我哋升下你先。2000 years later， 好，翻嚟啦！我哋只草主咧学咗招刺耳声，可以大幅降低对手嘅物防嘅，所以都应该系有啲用途嘅。OK 嚟啦，我哋不如直接用两下刺耳声，令到佢 ，oh no， 第二下冇中。我想降两下的防御他应该是会死的，中一招啄的话我估啦，或者应该一半啦。 OK， 这个伤害 OK。 OK， 战武狼我们直接换走啦，因为战武狼他有降攻击的威吓，跟着灯难啦，音速没问题，跟着用力撞鸡啊。哇，这个伤害会太少，这个伤害火花呢、這个伤害会太少啊！嗯，帕洛布布，呢个布布 OK。莫夏力士系莫夏力士，好似赢唔到啦。碧牛子弹拳应该赢唔到啦。咦，食药食药有机会赢到？哇，唔得，食药都赢唔到。佢一个子弹拳打咗20血啊！是有得赢的，但是要靠食药啦。呢度有冇商店啊？呢度呢度好似冇商店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啦，翻嚟啦，我哋嚟试一试啦。升咗少少火焰鸡 level 啦，之后就打一打啦。好，我嘅战术就系用呢一个草主降低对手嘅防御先，之后咧就换做鲤鱼王做替身，火焰鸡就上场用烟反系啦。咁佢啱啱咧升到20咧嘅时候，学咗招厌烦，咁其实高攻好多啦，对比起嗰招咁嘅啄。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呢只马骝出场，再用一个刺星 ，OK 中嘅。呢度其实我哋可以换一换，使唔使咧？是但唔换啦。跟住好胜蟹，好胜蟹用灯眼 ，OK。咁之后一下嘅火焰鸡嘅厌烦应该会死嘅，唔死，仲要双倍奉还。No! Oh no! Oh no! 一定赢唔到啦，莫夏力士争少少咯，争少少。其实满力打得赢莫夏力士喎，头先个报复都几痛下。OK， 嗯，争少少，我哋可以试多几次嘅。次星啦呢度，鲤鱼王啦，之后就其实两下打唔打得死咧？两下都打得死喎。啊咪一下，啊咪原本都好似一下打死嘅，好剩下啦，灯眼，我呢音速拳黐线，劲高上黐星，冇中到对面系咪？
哎，双倍凤凰对面用 ，OK 呢个换做力撞鸡，嗯 ，OK 呢个佢用双倍凤凰。莫夏力士的话咧，佢会用 fake out 嘅，我哋换做碗力俾佢打，唔好啦，换做碗呢只俾佢打啦，都系等佢死咗先呢度，跟住用碗力嘅报复，再报复，再报复，报复。OK， 呢个伤害火焰鸡应该打赢。OK， 系佢子弹拳打唔入我哋嘅火焰鸡。好，我哋终于可以偷我哋啲精灵啦。咁今次我哋就睇一睇佢哋啲技能系咪真系呢啲技能啊？哇，佢啲技能咁渣嘅，原来。哇，其实如果真系跟呢一组技能咧，磨下力士应该最有吸引力。战武狼其实都 OK， 我觉得啊，战武狼都劲嘅。毅力啊，我想要无防守，其实老实讲，磨下力士。战武狼咧系，唉，战武狼啦，战武狼啦 ，OK， 战武狼，我哋睇下系咪真系呢三招技人啊？好，抢走咗战武狼，好意思啊，攞起徽章仲攞埋你啲精灵，系呢个感觉太好啦，实在。好，战武狼，系啦，你睇下战武狼变咗呢啲废技能，仲要系技师先翻到嚟，点会系技师噶你？加特防减特攻，但系佢劲喎呢个性格，呢个性格 O K 喎，唉，都 O K 嘅其实系啦，咁即系证实咗管主嘅话技能应该系唔一致嘅，系啦，即系管主就会变咗做奇怪技能，但系啲废嘅训练家咧，即系野外训练家咧，应该就都系照嗰啲技能嘅，我哋可以测试一下啦呢度再，好啦，依照剧情咧，我哋嚟到呢个博物馆啦。嚟到博物馆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挑战呢一个嘅水蓝队啦。好，嚟呢个水蓝队应该系利亚莎。咦，唔系喎，珍珠贝。哎呀，有冇拎到？头先冇望到添。好，乌鸦，然后，哇，竟然打死咗佢嗰只咁嘅嘢，水母，重解翼。哇，咁劲嘅佢翅膀攻击。我唔系死喺你度啊！呢只可能会喎、啊，哇，好劲喎佢呢只。哎呀，总之带啲精灵过嚟啦，呢只唔够打喎、啊，真系唔够打呢只。Oh no！ 我啲钱俾人扣咗一半啦又，但唔紧要啊。呢度相信啲钱应该唔算话好实用嘅，我相信啊，所以冇乜所谓。今次唔可以轻敌啊！变快到啦，拎呢只走，雌性，雌性 ，OK， 珍珠贝，珍珠贝嘅铁壁，超选，跟住就贝壳夹击，哇，犀利，有料到啊呢一、這个珍珠贝，二尖回合用贝壳夹击啊，哇，其实几劲喎二尖回合。35×270威力，如果中到的话，如果中到的话，火焰鸡，燕凡咧，燕凡，佢只乌鸦几劲，好，我哋拎佢只乌鸦睇下会唔会改变咗先 ，OK OK， 冇改到，系啊，性格改咗，性格改咗 ，OK， 咁可以确定嘅就系管主应该会改招式啦，但系一边。但系如果一般嘅训练家就应该唔会改啦。OK， 证实咗啦。好，我哋嚟捉野外嘅训练家啦，又要正电啪啪啊，冇咩特别正电啪啪，应该唔会点用啦。正电啪啪呢啲。好，嚟到呢度咧，我哋将会面对嘅就系第三次嘅劲敌战啦。咁呢个劲敌战咧、啊，希望都咦，点解会有闪光嘅你？哦，预设咗啊嘛。预设咗呢一个嘅招式机、备存机喺啲精灵度啊嘛。Okay. 花木鸟，花木鸟系用岩石打，哇好痛！水母，冇技，冇技噶，求其用解力先啦。珍珠贝用水技，贝壳夹击。咦？呢、這个贝壳夹击唔系
這個貝殼夾擊佢係哦 ，OK， 我以為佢夾二戰回合，原來唔係，佢呢一個應該係夾，即係用一用之後，佢就會二戰回合內扣唔知十唔知百分一血啊，好似係咁樣，睇下啦。系啦，佢就会夹三至五回合，咁即系一个拖延嘅一个嘅技能啦，即系同潮船一样。啊，潮船应该可以令对手唔走啊，夹住可唔可以令佢对令佢都唔走咧？唔知应该都系令到佢冇得走的。好，唔紧要啊。我真系唔知道有啲咁嘅技能，真系唔知道有啲咁嘅技能。花舞鸟、麻麻小雨。咁呢一个鳗鱼，我觉得唔需要啊，花冇料咯，花冇料。比前面呢个训练家咧扣咗我劲多血，所以咧我哋翻去回一回血，然之后再去挑战我哋嘅劲敌啦。劲敌喺呢度，好嚟。究竟劲敌会去到咩程度呢？哇！呢、這、一个一嚟已经系水系咯，先出嚟一只先啦。非人系啊，非人系嘅技能系。火焰雞的厌烦，俾佢快啲。小童飞人技，哇唔得，唔应该用火焰雞顶头先。呢度换一换先，先用咗呢一只嘅草柱先。我身上有嘢咩？呢只我都唔知点解。橙橙果有啲咁嘅嘢咩？原来。O K 得，火焰雞的厌烦，啊唔应该。俾佢扣咗一次血唔得呢度，要用草主打，然之后第二下火焰雞唔可以出嚟住，因为会俾长刺勾扣咗少少血。珍珠贝，珍珠贝即系用背后夹击，夹死力撞雞。咦？呢度反而变咗做力撞雞嚟嘅，后面嗰只系咩啊？啊！后面嗰只可以用毒钉，加速？不是吧？你竟然有加速？背壳夹击 ？OK OK OK 嘅话可以嘅。力撞雞用厌烦，佢、都有厌烦喎，唔够唔佢我厌烦唔够佢嘅厌烦劲喎，输啦应该要，佢二连踢我就会死啦，啊厌烦都死咗。估唔到啊！佢竟然有加速特性嘅主角，放我毒钉先呢度，之后咧就再放草主，飞叶快刀，再飞快刀，珍珠贝背壳夹击 ，OK， 力撞鸡我哋再用珍珠贝先，之后用背壳夹击啦，一样，好，下一弯用好胜蟹。好剩蟹啊！好闷，一下秒咗我。唔够佢快。寒川啊，好在有配，好在佢有配呢招保护技能。冇事冇事，赢。OK， 赢啦。OK OK， 长治优啦。呢、這个小童啦，其实应该系力撞鸡，因为我想睇一搏下有冇机会攞到佢加速特性，相信应该机率少啲啦。但系我哋都搏一搏啦，好，我哋翻去望一望，究竟系咪加速特性嘅火箭鸡咧，即系火焰鸡？如果系嘅话咧，咁应该系中咗大奖嘅，啊，应该系中咗大奖，我哋火箭兵团，好可惜，都系晚火。我觉得应该有机率，有机会可以攞到梦特性，亦即系加速特性，但系呢一个真系睇机率啦，睇下迟啲有冇机会攞到啦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呢一个嘅火箭兵团模式，系咁先，拜拜。